是阿嫂，我的科目是很特别的，我是人类睡眠研究博士生。哦，放松，让大家放松的。放松，可以教大家怎么可以秒睡。嗯，我怎么秒现睡在的？也可以。哇！鼓掌，鼓掌！哇，年轻真好，竟然睡得好香。起来吃药了，真的该起来吃药了。好，接下来上场的是阿萨和清晨。两位都非常有我们舞蹈的功底啊！首先看到的是金晨，从小能歌善舞，随便来个动作都能激起一片水花。他能动手就不超吵，能得第一就不会得第二，所以看一下他在水底会有什么样的精彩表现呢？蔡同学从小就学习芭蕾，现在被评为树懒。哎，为啥大家被评为树懒呢？因为他说话慢。啊，那就是在水池里面就尽量快点吧，而且在水池里面尽量不要说话。来，准备，3、2、1，我冲起来了！哇哦，哇，他们俩真快啊！两位女选手在水里都非常的轻盈，姿势基本是一样的，一直在水上飘着，感觉是。好，返程了，已经开始返程了。哎，头头头头头。OK。哎呦哎呦哎呦！好像你有声波攻击。啊，可以。啊。我们还是继续鼓励金晨。我尽力了。加油加油！好，感觉在花样游泳的感觉。大家可以看到他从小学习的那个舞蹈基础在水里可以展露出来。刚才那个泳姿叫仰蛙泳，到了吗？好，比赛结束。哎呦，姿势最优美的游泳的这个今天，恭喜阿萨获得这一组的胜利。我居然赢了一个比赛。你从来没在这节目赢过。从来没有。一会儿你有机会赢第二次。接下来来的是我们女子组的两位精英，分别是阿萨和仙宁。两位准备好了吗？不要1.5。好。等会儿是3、2、1吗？绝对是3、2、1。好。3。是应该说中文比较好一点。对对对。行啊，可以可以走了哈。三。等会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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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说普通话会好一点。普通话吗？三。二。一。好，我一看到，哇呀，我们的马达又开启了，哇！没事没事，继续出发继续出发，看谁先到达我们的终点。哇塞，我的眼睛已经看不过来了，有一个黄色的影子直冲终点，就是我们的刘仙宁。我好累啊。而且我们的阿萨以为他撞到了一堵墙 ，No， 你撞到的是他的大腿。好累了。好的，恭喜仙宁获胜啊！刚刚那个仙宁和明浩的成绩都是13秒开头。哇！明浩这里是13.85，仙宁是13.36。还是你们同学之间厉害哈、啊！你们别在我们清华大学学了，还是回去学吧。我是1982年11月22号生日，我是1990年9月5号。哎，他们会出什么题呢？会不会是外号？我叫大喜，金大喜。对，你知道金大喜？哦、我知道我的角色。对对对，我昨天就看金大喜，我就觉得这个名字好可爱，而且我又姓金，我就哎这个名字也很适合我，然后我就给自己。好巧哦，好有缘分。对我以前有同学，有些同学叫我面包超人。嗯，因为我的脸很圆，就郑伊健说我脸好像一个打扁的菠萝包。说话这么重吗？哎，下口真重。他就是这种人，一点面都不给。对，不是一个好人。这样还有什么别的刁钻的题？
我的荧幕初吻跟陈奕迅。对，偶像约翰尼德普。我也很喜欢 Johnny Depp。 你最喜欢什么花？我喜欢向日葵。向日葵我也喜欢。是吗？对，快记不住了。差不多，好紧张。信心满满，感觉好没有自信啊，这一组。因为我们很多都忘了。主要聊了哪些领域和方向？有信心吗？我家里几口人啊，什么生平？生平。有。聊浅聊里，没怎么聊。好，那我出题喽。好的。如果阿萨一定要从现场的男嘉宾里选一个组 CP， 会选谁？虽然你恨我，但是还是很爱我。而且我懂你的心。好，来，三、二、一，请公布。谁啊？请公布。什么？选我啊！选我啊！选我啊！真的吗？主 CP 那肯定是我，因为就是不会造成任何风浪。你真的太了解我了，为什么你会知道？我们根本没聊过，没有聊过这个领域。金晨是怎么分析的？我就是不知道，就是可能连接上了感应。金晨，那我呢？啊，你是谁？好的，恭喜两位答对了。天哪！那如果我愿望就是一会儿再跟你合唱一遍《莫斯科没有眼泪》，跟安娜姐唱，安娜姐起个调。莫斯科没有眼泪，大雪纷飞，你冷得很憔悴，单身的我原本以为可以一辈子不跟谁。一百三十岁，一二零一。九一七啊，结束了，应该这么快啊？你写了150个数这么快？对。哇，真的，给你看，写的超好的，写的挺好，很工整。对，耶！哇。哇哇！天哪！回忆屋。哦，哇！从这儿开始套圈选衣服。对。然后这个，扔出去，马上从这个房间里弄出去。对呀。这个骰子叫足球骰。把门锁了，我们俩收官就行了。哎，哎，我们要在里面炒 CP。哎，走吧你，有病似的。哎，这个是。就丢圈那一次你不在，用脖子接，来你丢。啊 ，sorry。啊 ，sorry。你是卧底吧？哎，我来。你想要我怎么丢啊？来，我来。啊，疼死我了！再来。OK。看看还有什么记忆的东西？这个那天阿萨姐不在。哦，对，立刻下班。全部做立刻下班了。都是立刻下班了。我是加油哦。哎。那你就你加油吧。好无聊，哇，
哇，这照片哎，这个是我们初见面第一张合照。对，靠近一点，表情开心，开心，好多汗了。杭州成团哦，第一次先导新欢旅行团，大家争当各种门面担当。我都忘了我是还是队长了。哦，对哈。对，哦，这个我们去菜市场。Hello，Hello，多学点东西，现在题加难度了。我们去菜市场开始猜龙泉青瓷。同意。那一天是导演组调整了问题，巨难。对，这不是椅子。第五季了，椅子，还在猜椅子，我要疯了。让我也有点那个参与感，因为我猜椅子，我晚上做噩梦。我少，这有内容需要补一补，我们这有照片。这个，这张我们当时在游西湖，也是秋楠第一次登场。嗯，哦，对对对，突然冒出来一个男生。鲜活少年，对，他是鲜活少年，对对对。哎，这个。啊，对的。啊，对的，这一张。去跳舞。哇，这张照片我拍的。哦，这张照片是。表情。表情包，黑脸的那张表情包。你们可以贴点这个贴纸。哦，对对对，表情包贴纸。哇，他做你的贴纸啊。哎，哇，我跟你们说，那天我把这个拿回酒店嘛，不知道为什么我再去看他的时候，他脸是裂开了，跟你的表情包一样，好吓人啊。放车上的时候没有，谁一屁股坐我脸上了，有点吓人。那个阴阳怪气，那个阴阳怪气是哪个？对对对对，自从那次你们讲了之后，我都不敢再用了。这不是笑吗？这个、这个、是礼貌的微笑。No, no, 现在已经不是，是阴阳怪气。但我的那个不是啊。那你笑一下。嗯。哦，但是他的眼睛不是这样的哦，你要做出他的眼睛哦。你的眼睛是笑的，你现在要瞪着眼睛。对啊，哪有你这本来就是这样的、哦、他眼睛是瞪得很大，瞪得很圆。来，我在讲什么故事还记不记得？记得。今天对，今天 Henry 还在说他还是没有 get 到的那个。三个月过去了，但是他说明他一直在努力想去懂。对，没事，我会把这个变成一个海龟汤跟他讲。好了，西安了，魅力男士。我觉得西安那一期也蛮好玩的。你还记得你和涛姐的组合名字吗？还敢说吗？记得呀、啊，我们叫，哎，已经官宣了。啊？你当时肯定知道哈。哦，真的、啊？你还没看到他们官宣吗？哦，闹几天了，好吧。童年特辑。童年。那天我们答题整惨了呗，我都快疯了。拒绝负能量，拒绝负能量。好吵啊，这些同学，我真的疯了。其实你们每一题都答对了，对，我们给你都给他们送分。我们要加油，老师，我还能跟上，绝对不会被负能量打败。拒绝负能量，拒绝负能量，拒绝负能量，来，好吵哦！拒绝负能量，我必须把他这个手杖做好。啊、哦，厦门了，厦门了。海洋争霸赛，那天我答题又把黄子气疯了哈。哪天？那好好的。尼莫，尼什么莫呀？海洋生物肯定是讲它是什么种类呀、啊，小丑鱼破防了吧？好爽，好爽，我还要再干20年，我还不会退休的。我气坏了。放松特辑。哎，对。那天有特别漂亮的落日。嗯。在那个船上面，世界上有很多美好的东西都是免费的，
就像现在大自然给予我们的。给大家看一下厦门的落日，把这个落日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一切顺利。哇，真的好好看，那边太漂亮了。哇，晒太阳的人。接下来看一下下班福利特辑。我知道是你们的。我们那天在那儿猜几个精妙的数字。哦，我看了 ，Henry 一百，你九十九，我九十一。让，绝对让，让，让我坐。Henry 就一直。Henry， 如果是一百，你只要是一百才能赶我。你们小看我了，你是一百，哇！都怀疑我，你们来了啊！那一刻我觉得好怕 ，Henry 肯定错了，对对对，但他很笃定。哇，这个是之前的，没贴上去的。哦，我知道了，那个下半特辑后半节。播的是我们做团歌，就是他，对的，对吧？是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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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对对。刘维就说：“我录他们一个节目，怎么我还在呢？”影视剧投资，我跟焦，我跟我们组的那个视力不佳的陈赫一，赫一录了半个小时。哦，我看不到哎。笑死我！我们的火锅运动会，感觉好好玩哦。好玩的，你不在，演唱会去了。那你能不能猜出大家是什么角色呢？就是牛肉。它是什么？主要是黄子，这是什么？意大利面。意大利面，我们在重庆。哦，重庆。等一下。意大利面，什么面？有一个很火的面，四个字。我们在重庆，这已经送到你家门口了，你还答不出来？重庆意大利面。你忘记叫什么？你好像你们还拍了 vlog 吧？两个人假惺惺的，终于来重庆要吃一个。哦哦哦，那个来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哦哦哦，那个来三二，卤面。卤面。等一下。拉满。炒面，漂亮！演唱会地方开太多了哈。那个后三个拼音对了。熬面。咬。咬对了。小。啊，那说出来呢？重庆小面。不是你这个字，会不会它叫重庆小面呢？想起来没有啊？好无聊。来送你一朵小红花，就到了我们这一次，哇，定妆照啊，这个刘维看一下，刘维的秘密维密，刘维的秘密，刘维玩得非常开心，飞机间都那个没赶上啊，真的，嗯，改签了，改签了，录节目真的不能跟太熟的朋友一起录，好烦啊。我当时在想，我说这是个什么项目？为什么徐明浩在那边蹲着，我在那边躺着？哎，等一下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原来是我跟他比赛游泳哎。你们干嘛？跟大家打招呼。我跟他比赛游泳，居然能出一张这样的图，对吧？好了，全部贴完了。满满的一本回忆，哎呀！那你写青环旅行团？纯啊，算好了，嗯，哇，完成，好好看啊，巨好看！青环旅行团，好的撒花粉，耶！
守一下。好，东西拿一拿，走吧，走吧，拜拜，拜拜，本季杀青，再见了，谢谢大家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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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来，来，把门关了。关门，关门。锁了，钥匙吞了，把我们的记忆锁在里面。走吧。嗯。哈哈哈哈哈哈！